这里讲的很复杂，其实没有这么恐怖。来，怎么说？他说一个 fs， 这 fs 你看一下，它是一个三次函数，而且题目写的很复杂，看不太懂。那看不太懂就不要看了。你看一下后面那句话，他说 y 等于 sinx 的时候，在负0.4到1.3的时候。 这 fs 和 sinx 相减，对吧？相减的绝对值会小于 0.03， 所以 x 介 -0.4到1.3的时候，把 fs 减掉 sinx 的绝对值会小于 0.03， 那不管，那题目要求多少？求 f 6分之派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怎么算？ 你可能把6分之派带入那个式子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怎么说？第一个，你先看一下6分之派大概是几？由介负0.4到1.3之间，派是3.14除以6，所以大概是几？5.2左右。它确实介负1.3到0.4之间，好不好？ 来来来来，听哦。所以6分之派大概是 0.5 左右，确定介负 0.4 到 1.3 之间。所以说把 x 用6分之派带，会满足这个条件，行不行？所以 f 6分之派减掉 sin 6分之派的绝对值，有没有？ 会小于 0.03， 那我说你，可见 f 6分之派减掉 sin 30度2分之一，会接 0.03， 所以 f 6分之派减掉 1/2是几？ 0.5， 会接 0.03 到负的 0.03 之间。 麻烦你把它加上几 0.5 好不好？所以加上 0.5 之后，会接近 0.53 到 0.47 之间。所以说，我知道 f 6分之派会介于这两个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你看一下选项，好不好？答案选几？答案选几？选 B 1/2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